未正式比赛先嚟考验信心。你忘记咗最后系乜嘢咧？系去 communicate。紧张系对你完全冇用嘅。神秘嘉宾原来系新嘅评审。殿堂级嘅评审喺度，所有嘢都冇问题。一班圣梦师兄师姐分享比赛心得。嗰阵时就系教识我喺咁高压嘅情况底下，你都唔可以放弃啦，你都要系咁练啦。大家乐呈现《星梦传奇二》，6月11号晚8:30，翡翠台初试提升。